阮做爸母的，实在真坦白，真无路用。连囡仔出钱钱，我都拿袂出来。阿环，听讲你放学了，搁会去打工赚学费。因为我现在就想要改做台湾的。师傅，今仔都得到恁的帮助，才会稳到渡过难关，嘛改变我的人生。我以后八月十六日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陪你看天星。